也是也很少平常可以参与一个这么有意义的活动，真的很开心，很热闹的感觉。而且今天很多的粉丝来到现场看你，有什么话跟大家说的？就谢谢了。对，看跟着 idol 一起做慈善就是非常有动力，谢谢华哥的支持。而且 idol 的一句话就是谢谢两个字就凝聚在千言万语里，让大家一起能够加入到我们慈善的队伍当中来。那接下来哎，我想问的是，是不是心雨姐没有来？应该是今天会来吗？心雨姐会来。对，其实我们非常期待你们俩一起携手共入布场。是，那我们一起来期待。那谢谢华哥，谢谢。好，我们里面请。谢谢。